家里往前。慢慢跑干嘛啦？医生，任何人上来都跟过去，他们就来去。医生，一没有，一没办法，你还一直骂对方，对方知道怎么了？上次你跟他正面，我还是跟他反面，知道吗？你跟他正面的话，他就可以了。那你要一直让他。
好的，走。好了。哎，黄宇涵，你要看他高吊球。欢迎，你要看，你要注意高吊球。继续，朱嘉玲，手右边一点，不要回发，没关系，对。张轩，轩就是这样子对了，哦。给。OK， 走。好球。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我以为是这个。完吧。对。五五三没人，没有人。四秒。